迎接农历中国新年，各种的喜庆宴会场合绝对不会少。不过呢，华人女性的盛装出席最怕就是气色不够好，皮肤不够好，甚至轻易的透露出了年龄的秘密。因此东森特卖会本周特别的推出了日本进口奈米胶原灵芝饮，让您健康美丽一整年。强调最棒的年节好礼就是要青春常驻，外加一脸好气色。因此，一款富含灵芝、氨基酸等多种人体必需营养品的奈米胶原灵芝饮，加上最新科技，萃取樱花中的胶原蛋白，保证皮肤焕发光彩。Taking it for the last 4 years and a half. Wow, 4 years and a half, and it tremendously changed my body. Okay. So much. I mean, by this new year, I'm 51 years old.Oh my God! What's obvious symptom for you? Obvious is first of all the skin. Oh, the skin. It make the skin at the face. Oh my God! 真的是，他没有化妆，各位观众，你相信吗？强调一定要优惠的东森特卖会，关心美国华人的健康生活，忙碌一整年要好好犒劳自己。百分百日本进口奈米胶原灵芝饮，小小一瓶，方便使用，喝出健康，喝出美丽。那我们推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惠，就是因为Johnny 对这个 JLO 这产品非常有信心，所以推出了试用一瓶，如果不满意全部退回。结果告诉你，上次是零退货，因为每个人喝完之后感觉到身体起了变化，而且功效呢非常非常的好。限时限量大放送，而且含税免运费，欢庆中国农历新年，东森特卖会精选商品奈米胶原灵芝饮短暂开放，全美买一送一。观众查询更多讯息，请上东森每周台官网。东森新闻李宗尧、杨平俊在洛杉矶采访报道。